观众朋友您好，大爱探索周报每周与您聚焦新闻时事，我是吴志怡。今年全台最火红的昆虫非它莫属了，而且是全民通气秋行军虫，又名草地贪夜蛾，原生在热带亚热带。2016年呢，从美洲入侵到非洲奈及利亚，短短3年已经从非洲扩及到亚洲，甚至东北亚，变成全球化的入侵物种。今年6月呢，台湾苗栗的飞牛牧场发现第一例入侵，不到1个月呢，全台就已经有破百案例，从本岛呢蔓延到离岛，都有它的踪迹。秋行军虫呢，可以说是吃遍农田呐，严重的危害农业。而且呢，它喜欢的农作物范围既广又多，光是它的寄主植物呢，就有353种，而且是玉米、水稻、高粱、棉花这些经济作物。目前台湾的通报案例呢，多数都是在玉米田发现的。而当秋行军虫呢准备化蛹时呢，就会离开农作物寄主，进入土壤里，所以田间呢会出现整片的迁徙，如同行军般的模样，因此被称为秋行军虫。本周我们就一块来认识。入侵台湾的秋行军虫首例在苗栗发现，这只虫在国外在非洲已经红非常久，因为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农损。第一只鉴定确认的秋行军虫之后，谁也没想到一个星期内全台县市陆续被攻占。它最主要就是受危害的作物就是玉米。这里是云林县的玉米田，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每颗玉米的距离是相当的近，只要其中有一颗被秋行军虫感染，它就可能借着叶子或是土壤爬行到其他的玉米植株上。当孵化之后的一日龄的那个小虫，它会有那个像蜘蛛丝的那个会掉下来，然后感染到其他的隔壁的那个。把被感染的玉米作物点火燃烧，第一阶段的焚烧和掩埋方法不到10天就破功，因为秋行军虫的成虫被发现了，显示它们已经在本土繁衍世代落地生根，于是第二阶段的喷药防治就此展开。秋行军虫的寄主植物包括76棵、353种植物，在台湾本岛，秋行军虫绝大多数寄生于玉米田。专家说，它们虽然爱吃玉米，但不代表不会吃水稻、小麦和高粱等其他作物。果不其然，今年8月初，金门高粱田被大举入侵。秋行军虫的危害从台湾本岛扩及到外岛金门，记者所在位置是金门青屿，这一片120公顷的高粱田全部遭到了秋行军虫的危害。可以看到叶片到处是起无还肤，打开这个中心，一只秋行军虫正在啃食叶片。它最喜欢吃的是韧的地方，那也就是说这一颗作物的中心点是最韧的，它是生长点嘛。那如果这生长点被吃掉的话，那这个作物可能就没有价值了。这位老农夫在金门种高粱超过一甲子，以前从来没有在田里看过这种生物，想不到才被入侵3天，辛苦栽种的高粱田毁于一旦，只得一株株拔起来。这你无法度抓，伊种起来你要去抓这丛嘛，害伊啊！有哦，啊，阵这尾就真是啊。这个田损失偌济？每一条街嘛有啊，逐条街损计计有啊。一个虫可能可以生，一次100颗卵，可能可以生10次，那就可以一生就可以产了1000颗以上的这个卵。那它这样子不断的这个繁衍生长，全国这是第一例这么大面积的高粱田的一个防治措施。那你看里面都是虫，
随便用下来就有，差不多这样子十公分左右就已经开始有慢慢在感染到了。我们之前的经验大概30到40公分，大概播种20天的高粱上面秋行菌虫的数量比较多。可是，在这一区那个大概播种5天到7天，这种10公分左右的苗木上面已经有秋行菌虫的迹象了。大苗小苗都感染，快速蔓延的虫虫让金门疫情从发现通报到全境上千公顷的高粱田灾情，只有10多天的间隔时间。现在的感染几乎都已经80%以上了。之前的虫也没有行动力，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下子就感染很快。也是第一次冬笋这么严重。对啊，差不多一个礼拜只有这一大片。这里是金门金林乡的沙冈农场。这里有60公顷的高粱田，已经全部受到了秋行菌虫的危害。在记者手中的这些秋行菌虫，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大大小小不同龄期，显示它们已经在金门繁衍出不同世代。所以在田里面可以从10到60你都看得到。我们其实很担心说会不会全部都中，大概金门这边都要采全区喷药。金门、马祖、澎湖都难逃秋行菌虫危害，台湾本岛各县市全部沦陷。于是农事所和防检局合作监测全台的秋行菌虫数量，发现入侵密度越来越高。叠加上时间序列的这个变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分布以及它的迁移的一些变化。它为什么叫行菌虫啊？秋收的时候，它正好碰到化蛹的时候，所以它会离开基础去土壤里面。这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你就看整片都是那个毛毛虫，那变成像军队一样的。外来种生物不断入侵台湾，农业和生态冲击与日俱增。此刻的秋行菌虫大军到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将秋行菌虫列为全球预警的重要农业害虫，但目前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根治。台湾的防治作业原本以为呢效果还不错，疫情已经趋缓，但秋季进入国内杂粮作物栽培期，秋行菌虫的通报案例再度增加。秋行菌虫呢对台湾的危害可能不会像非洲国家这样严重，因为台湾有一定的防检疫能力和农民的田间管理，但台湾要做好长期与虫共存的准备，我们仍然需要针对秋行菌虫有一套整合策略，捍卫台湾的农业与生态，不让秋行菌虫在台湾立足。他就躲在这叶子后面休息，他是晚上出来交配的，所以到晚上他才会飞出来。产完卵之后就找地方躲起来，我们不见得会在白天看到它的活动。昼伏夜出的成虫到处产卵繁殖，它们不像寄生在农作物的幼虫这么容易被发现，却是延续族群的亲代，于是捕捉和监测成了防治重点。兴奋用了它就会散发出兴奋用的味道，那这个味道会引诱秋行菌虫的工虫进来，这个陷阱之后被陷阱黏住。那在台湾本岛的部分，目前的记录大约都是1-2只的数量而已。在金门有抓过比较大的数量，大概是一次可以捕获30-40只的成虫。在通报感染秋行菌虫的高粱田的周遭，金门的防治人员架设了很多这种性费洛蒙的诱捕器来监测成虫的数量。成虫的诱捕器遍及金门各地的高粱田，还延伸到小三通的码头。我们在这个边境有挂这个诱虫盒，这里到五通是9点多的海里的而已，很近。这只是野外捕获的秋行菌虫的成虫，那它前翅这里有一条白色的一个带状花纹，那就是我们比照这个图上来看，就是这一块。
蛾的模样是秋行菌虫生命的最终形态，当它产下的卵孵化后，又进入下一个世代循环。幼虫分为六龄，每蜕皮一次进到下一龄，到了五到六龄，食量变得非常大。幼虫时期的爬行扩散范围小，但成虫形态每天飞行上百公里远，一旦搭上辅助气流，一天可迁徙两三百公里，跨越不同国界。韩国、日本包括台湾，都是因为从江浙还有广东福建，随着西南气流，尤其台湾大概就是广东福建，随着这个气流就飞到台湾来。研判也是气流造成这个助飞，好让这个秋行菌虫就是到就是在其他国家。有时候找临时找不到寄主，你当然有可能随着货物产在这个货物上面，或者产在交通工具上面，那都是它迁移的可行性。绳索的部分，那这个是缆绳等等，都是检查的重点。七到十天之间，然后我们会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查，看它有没有这个虫卵的一个夹带。港口、机场和货柜场都是边境防疫的检查重点，一旦发现卵片和虫体，得进一步分析。台湾本岛和外岛，金门、马祖、澎湖所发现的秋行菌虫标本，有八成都送到文化大学谢家宏老师的实验室做 DNA 分析。目前只有今年六月八号在苗栗飞牛牧场发现的首例是属于玉米品系，其他的两百多笔资料都是水稻品系。你分析出来它是水稻品，可是它还是喜欢吃玉米，因为它的一个核 DNA 上面它其实是以玉米为主的一个品系，所以它还是比较喜欢吃玉米。爱吃玉米的秋行菌虫大举入侵金门之后，由于当地的玉米田不多，于是改吃遍地可见的高粱田。金门县31台大型喷药机全面出动。大型喷药机的话，第一个效率高，它药剂的浓度比较好控制，也比较安全。第二阶段都是属于强制施药的，地方政府指导农民用药，药剂跟工资都由政府来提供。我们金门的高粱好几年都没有喷药的，今年没有办法，它有虫就没有喷，就没有收成。我们也很担心说，这些喷完药的高粱到底还适不适合做酒食用？我们后续还有农药检测的一些程序这样走，所以我们才特别跟农友拜托，不要自己异想天开的想法，或自己加码去喷其他的农药。金门1900公顷的农地采用高粱和小麦的轮种政策，但令人忧心的是，不论高粱还是小麦，都是秋行菌虫的寄主食物。事实上，不论台湾外岛还是本岛，虫虫危机成为长期抗战。受到秋行菌虫感染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根治的。那我们在这个防治上只能说让它降低它的发生率。你要怎样把它落实到平常的田间管理？后面的有害生物综合管理就是下一阶段要推出的一些比较好的那个政策。如果有的话，它会从这个新尾这边然后钻下去，或者是叶面啃食。我们大部分来监测然后巡田的时候，大概看这几个点，除了玉米田还有那个花生田也有可能危害。如果这个作物没有，它也会去找其他的作物，所以为什么我们针对这些高风险的作物都还是要去巡查。记者脚底下这片农田种植落花生，不过上一期却是种植玉米。一旦玉米田遭到秋行菌虫入侵，疫情可能会延续到这一期或是下一期的农作物。它的幼虫或蛹有可能产生在土壤里面，那一旦这期都开始种的时候，这些蛹出来之后就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产卵，危害目前的作物。我们会建议说，在前一期做收获完之后就是做一些翻耕淹水的处理，以确保说土壤里面不会有残存这些害虫存在。疫情蔓延，农委会辅导农民不要一味喷药，而是好好的管理农田。作物轮作的方法，让它有一个时期没有东西吃，它自然会减少，让它种一些它不喜欢吃的东西。
当秋行菌虫密度高时，入侵地点就不只是农田，连野外的百慕达草和其他禾本科植物都是繁衍的摇篮，因此大面积的喷药防治计划加快脚步。它在省工的方面的确有相当的效果。那因为无人机它的一些可以快速的大面积的这个喷施的一个特性，它对于省药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效能。有一些比较就是大的这些农企业，他们已经希望能够引进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像无人机，它还有这个药剂的飘散，可能对林田造成影响，所以这些都还有赖于我们的法规跟研究的一个成果，来让它渐渐的去可以具体实现。不论空中还是地面喷药，都只是辅助手段。秋行菌虫的防治根本，得回归农作管理和用药安全的长期策略。这是秋行菌虫的生命史，而这四个阶段呢，从卵到成虫，仅仅只需要30天。一只成虫呢，一个晚上可以飞行100公里，如果呢再顺着气流，可以到200公里，可见它的迁移能力有多惊人。而雌成虫呢，每次可以产下200颗卵，一生呢最多可以产2000颗卵，所以秋行菌虫呢，也已经在台湾繁衍出不同世代，而且对部分的农药产生了抗药性，让防疫工作雪上加霜。这稀释多少？1200倍。农民把农药倒入喷药机，开始防治。秋行菌虫在金门高粱田的传播相当迅速，已经大半面积被攻占。无论政府还是农民，目前都是用喷药来防治，未来是否会出现抗药性有待观察。喷药2天后，这位老农夫巡田发现有不少的秋行菌虫仍在啃食叶片，有的还没有死，差不多死掉了差不多有75%左右，它还会继续再吃，没有死掉了它会是。如果没有把它完全喷死，可能它的下一代就可能产生抗药的虫。抵抗农药存活下来的，我们在田间发现大多是体型较大50和60的幼虫。在研究这个虫的时候，12340用很低剂量的杀虫剂就可以把它杀死，但是到了560的时候，要很高剂量的杀虫剂还不见得能把它杀死。研究团队发现560期的幼虫体内的氧化分解酵素大量增加，它的酵素很容易被诱发，那所以有外界刺激的时候，它解毒的酵素会增加，这个抗药性变得非常的强。秋行菌虫的超强抗药性，防疫单位呼吁农民看到虫体在喷药，不滥用农药的同时，还得有系统的轮流使用，因为它生活时很短，它很快的会去调整，所以我们每次要给它不同的药剂，这样才能降低它抗药性的产生。政府公告10种以上的防治农药，让有机磷、除虫菊类、氨基甲酸等不同类型的药剂交互使用。一直用一个同一种药剂的时候，就会筛选出抗药性，它可能抗药性达到200倍、300倍，这时候你这个药就完全失效。过度使用农药，不但会产生抗药性的秋行菌虫，连他们的天敌赤眼卵蜂都可能一并被消灭。田里面如果有这个天敌一直维持在的话，它不会大发生；如果天敌少的话，它就会大发生。赤眼卵蜂的体型不到0.05公分，非常微小，得用显微镜才看得清楚。这种寄生蜂原本是对付玉米害虫玉米螟的一种生物防治法，最近发现它也能抑制秋行菌虫的数量。当确认这个寄生蜂是有效的时候，那我也希望说农民朋友是买得到的。台糖公司生产的卵片，每一张有上千个被赤眼卵蜂寄生的卵，农民只要把卵片放在农作物附近，当孵化出的赤眼卵蜂成虫，一发现秋行菌虫的卵，就会产卵在上面。
当它产卵下去那一颗蚯蚓虫卵之后，它就把卵里面的物质吃光，所以那一颗卵就不会孵化成幼虫。既然没有幼虫，它就不会去吃我们的植株，就不会造成我们植株的一个危害。嗜盐卵蜂的生物防治得等到农田的农药毒性散了才能释放。它的飞行距离大概是10公尺以内，所以我们10公尺就可以放一只。那你看10公尺一只，它就有1000只。那所以说在这范围，这个防治的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至少应该都50%的可以被寄生率。嗜盐卵寄生蜂，还有它目前在实验室里面的效果也不错。那未来怎么应用，我们也还在做这个技术的确认。生物防治、耕作改良和抗性品种的预防为底层，性费洛蒙诱捕器的监控是中层，化学喷药才是不得已的最上层。农委会拟定了这种金字塔型的防治方法。当这只虫在台湾落地生根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跟其他的害虫一起结合做管理，因为我们不可能长时间的针对这只虫，单独设计一个方法去处理，我们是用一个整合性的方式。维持天敌，避免抗药性，蚯蚓菌虫的疫情处理终将回归常态的农业流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是长远的防疫之道。蚯蚓菌虫对农业造成严重危害，但对于不在农业体系的民众来说，它跟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看似没有直接关联，但我们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包括不要携带任何的生鲜蔬果与植物入境，还有就是发现虫体时立刻通报防检局。面对这个新兴的有害生物，我们更需要谨慎看待。台湾现有农作的方式，恐怕都将面对挑战与改变，不让蚯蚓菌虫有机可乘。大爱探索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